那我们接下来猜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中了什么。一、二、三。麻烦你给我订阅、分享及按赞，感恩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Apple 先生。我刚才用百米的速度冲去全家便利商店，带了一袋罗技山西福袋。这个福袋里面呢，最好的奖品是2599。那福袋里面会有2到3个商品，其中以罗技主要商品为原则，其他两个就是随机罗技送给你的。但是它号称是会有2个商品的哦。那这个呢，你还可以上网去抽。抽罗技的8种产品，总共会有40个。那6000份抽40个的话呢，是150个人会有一个人中奖。那里面最好的是 G29 赛车方向盘，以及7.1声道的无线游戏耳机麦克风。那其他的商品看一下这个资料，等一下我会贴出来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也可以上全家的官网去抽汽车。记得哦，别忘记了哦，汽车也可以抽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我们拆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，是我自己要买的，不是像前几天开的那个饼干糖果，这个完全是我自己要买的，所以我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买了这个。那希望我可以抽到。那我们接下来猜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中了什么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，一个滑鼠垫。再来就是，哇，这个是罗技的无线滑鼠，有那个耐的熊。再来就是这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细藻土的这杯垫了。嘿，我中的是这3样，所以他们讲没错，2到3个商品。那还有一个这个福袋的袋子，看看一下我中了什么。感觉抽到的东西我原本都有了。明谢惠顾，谢谢再联络。对啊呢，大家参考一下，这是我今仔日去全家便利商店冲过去带回来的。我觉得抽的还可以的。599，这个差不多要上网查一下多少钱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